接下来关心大埔乡的消息，台北生态学校计划认证是环保署甲美国环保署自1903年起共同推动的认证计划。大埔各中小积极推动以永续发展为导向的环境教育计划进行认证。在1909年，以消耗甲废弃物获得铜牌认证，和校园成为会当深刻融入永续理念以及具体行动实践的校园。台北生态学校伙伴计划认证是环保署和美国环保署自1903年起共同推动的认证计划。大埔各中小积极推动以永续发展为导向的环境教育计划进行认证。在1909年，以消耗和废弃物获得铜牌认证，让校园成为深刻融入永续理念以及具体行动的实践校园。他们到底想留怎样的地球环境留给下一代，并不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每个地球村的每份子都有责任嘛。因此，我们参加了台北生态学校，它提供了我们12个路径，告诉我们从这个10个面向进行了解的话，可以有助于帮助地球的永续环境。因此我们参加活动，结合我们的课程，让我们老师带领着我们的学生进行科学化的探究。因此我们经过6年的努力，从我们原本的铜牌到目前今年取得了银牌认证。110年更进一步，以永续食物、生物多样性、消耗以及废弃物获得银牌认证，是农教育让囡仔知影食物为农地到餐桌的热点，就以达到用辛勤栽培、无毒不浪费、建构完整水陆浴的生态系统，寻求达成人甲自然世界的和平共存，荒废都市的校园角落进行重新规划，配合在地水资源意向，绘制成蓝晒图，并推展为观光景点，寻求资源创新应用方式，寻求发展离山创新经济应用方式。世新新闻出品堂大埔乡陈伯德。勇敢超越，追求更好，祝大家家平安。爱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梦见你我心却变得不平静，好想把你收藏。 I say hey yo， 告诉你今天我是怎么度过你的，有没有想我。超越，追求更好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鸿图大展，家家平安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？光着脚踩在土地上。两句话呢？我阿公常常拢讲，人生有诶无诶代志，你足侪啊，安尼尽量较简单诶。三句话呢？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，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。幸福对我来讲，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，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，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。